好，这边看一下结果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。等一下戴好，帮我背的那个。如果以后看到没有戴好，有没有，就直接打马赛克，会不会？你们吃早餐了？有啊。你吃什么？面包。感觉好好。不要吃太多碳水化合物，好不好？妈的，你两年前的样子跟现在差很多嘞。可以变过去。可以啊，就变成天菜中的天菜，天菜菜。今天去台中，又是一日双开系列，两台。我上次不是跟阿呆去我家附近那边吃霸王嘛？台中，这个人也住在那附近。哎，刚才人在跟我打招呼，哎，我这样子他也知道是我，该不会以为是黄安吧？昨日像那中流水的我，也是不可有。我要买早餐了，你要吃什么？他只能吃这种的。但没有地瓜，哎，我好可怜，我只能吃这些鬼东西。刚好问他你要去哪里，他说新竹。我说不要讲了，干你讲我要去嘞。哇，老梗，干。有这个梗，不知道这个梗。没有没有，刚看他年纪应该是知道的。哎，还有礼物，你看，这学弟丁张啊，勤益工专嘛，对啊。什么？哎，什么课？资管。资管，那个资管他妈都里面有马子的。没有。我要电机的吗？班上没有一个女的。而且他刚刚说科大代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年龄差异。干，我那时候二专而已，靠腰嘞。你敢会讲科大？我还懂哎。黑马差几十届去啊！我先简单看一下车啊，要不然这是红线，我帮你看一下，不然你等下被人家骂。哦，我实在有头大，因为我刚欠家属毕业。你知道？真的住我妈家大概一公里很直径的范围，真的、啊、好近。对啊，所以阿妈，我妈等一下叫我回家帮她载东西，我最准。啊，早知道不要跟她讲话来中。好喝，我家刚欠加速器。怎么掉啊这样？啊，他这个会开停车费吗？啊，我刚好有月租。哦哦，以前也是按月租哦，路边的也可以月租哦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住如果没停到就是倒霉这样。对，哎呦，我会停车，一直停，就一直停。然后你的停车证到期，他才开始收费。哦，是这个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哎呦，我不知道台中有这个呢。你干嘛给林科批供姐？哦，不是哈、哦，我这个我们的科批不是那个科批。哦，我不是那个。对啊。我跟那个不熟。哎、欸，这种得证啊，对吧？哈、哦，就不会被人家泡了。我跟你讲。我们来过那么多次台中啊，在骑腿来的，对啊，我刚看到他腿软 ，keep 不 keep 不一样，你看，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好不好？这就是当初他在做这个烤漆的时候，他补土，先刮净，还没有干，土里面有水，所以他水慢慢蒸发出来的 poke 啊 ，poke 料就掉漆，所以啊，他这个车很明显，当初他买的时候这边有烤过漆，所以你买车不要吹，有时候如果就那个真的说你的车行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要帮你烤漆好再交给你。不要一直吹，他就用快速的这样弄，可能短暂半年一年内你不知道，过了他就开始爆出来。嗯，这当初应该也是考过期的。这个也是。对，好，还有后车厢盖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看到、哦、没有的，就是当时没有考的，好像没有没有的车顶。车顶。车顶当时应该是没考的啊，也是有啊。有啊，这个、啊。这把是 Poke Eye 啊，你看 Vios 就是赞，没有漏油。对啊，它后勤的后面都干了，你看，超级无敌有够干，不败神车。哦、真的。可皮带可能快断掉了。所以泰山，等一下再让你开。好，断掉我再给你拖吊车电话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。好啦，就大概整台车都要花了。我跟你讲哦、喔，你看到他开 Vios 啊，然后外表要这个样子，嗯，可想而知，他应该存了不少钱。对对对对。赞，这么年轻，什么都有了，五子登科。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喜欢乒乓叫的哦、喔。好，哎、欸，没有碰撞哎、欸。我来看轮胎有没有帮你加钱。哎、欸，用马牌呢、欸，你看，好、哦、在这，哇、哦，老花眼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还蛮新的、啊。哇 ，CC 六呢？哇，怎么换那么好？还开修理厂是不是？对。现在还在做吗？还在做。哦，所以你都在那边保养的。对。不、啊、乖哦，啊，不然他不跟你换。有啦，轮胎不错，轮胎是说现在二一了。好、哦，我看一下内装，大灯，
方向盘、啊、对，方向盘，我要缴税金，然后它这一台是没有安全气囊的，我记得，我看一下我们 ABS， 有 ABS 没有安全气囊的，那这个跟它估个7万，对啊，因为真的是整台要烤漆啦，其他还好，里面一些小东西，因为这东西很便宜，最贵的是大灯跟烤漆，不过这个代表他存了很多钱，他赚了很多钱，因为他可以把这个车开成这样子，代表他没有花钱在这个上面，所以他应该存了很多钱，要不然就是花在小朋友身上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快点处理一下。泰山，你看，105年，五年前买27万，掉好快，开什么掉好快？他开了5年才折20万呢、欸，你买新车第一年就折20了啦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啦。第二个是你想想看哦，一年4万哦，你换算成租车，一天如果算你2000多，算你1000就好了，算我1000，要不要一天1000就好了？你看，你一年4，1234除以365，才100块呢，一天100呢，一定有一些算命保养啊，干这保养多少钱？这一台保养1000块而已，啊换个皮带多少钱？300块，工钱300、600。他有认识的，对啊，又是你爸爸。你看有没有省，有没有存钱？真的啦，这车超级省，省到靠北。这后面一个灯壳600块呢，对吧？泰山，来给你踢破。你不是很想发泄？我没有，没有。你是负能量很强？我没有，没有。我不想跟钱过不去。现在。好，现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现在你已经卖身了，没差、啊。网友都说很久没有演带着现金去估车了，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有带着现金估车，好不好？只是我们都没有拍出来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敢好像多算一张，这样不行。下次我们来拍一个试验人性的，我就故意给他多一张，看他会不会跟我讲，这样会不会很尴尬？不，如果他真的没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我刚给你多一张哦，还是观众喜欢看这种？应该大家都想看吧？我的必要，他好像很没水准，马上试验出人性。少一张啦，少一张一定会讲啦。我想多不一定会讲，少一定说，妈少了连走都走不了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试用人性啊，如果对不对？他可以，哎、欸，少一张，一定会讲啊，有可能不讲吗？啊，少一张算了，这样。没有这种事啦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好啦，你们不用送啦。哎、欸，要不然我要看一下下一站在哪里。我给你一点蛋黄。下一站领导。啊，温刀啊，不，下一站是温刀啦，靠呀。我先看好温布啊，拜拜。网友都说，小四一定是特别的车，或者是手牌车才会微服出巡，对不对？你看 ，Bios 我也是来了 ，Bios， 对不对？我们不是那种跨官博跨给的啦，哦，对吧？我们这就是务实，嗯，我们是看感觉的，是哦。小姐六，她感觉没败哦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下一台车哦，我在想下一台是什么 ？M 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妈哎，哇，我套路都被你弄，那刚刚被你搞懂哎。哦，我的套路都被你弄出来了哈！哎，我现在要走新的走向了，怎么可以让你猜得出我在想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去看，在 M 3也不一定会成啊，因为我是想说一趟路下来顺便，他既然看一下，对啊，他就说要卖，我就好吧，那去看一下。因为有时候这种车，车主也是很看感觉的啊，对啊，对，我们去看一下他感觉好不好，这样。看他看到我们感觉觉得如何这样？啊，那钥匙借我，我就原地稍微看一下，好吧？这台车的颜色是黑的。哎，丢呢？改颜色哦，它这改颜色可能就要稍微认真看一下，因为它螺丝都喷过去啊，所以你看不到它转啊？你看连里面的螺丝全部都喷过去了，所以它这个一旦板件有螺丝有掺进去，看不太出来，这个螺丝全部都对啊，全部都有喷了。很考验，很考验技术啊！看这种焊点还在不在？嗯，对啊，因为它感觉这个都喷过，你真的其实不太容易去分辨。哎、欸，黄先嘛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它这后面有接过呢，有没有？还是实力控？哎，它这个后备胎座哈、哦，嗯，我都是接的，这口啊拢嫩，不需要。对，你正常原厂的胶哈、哦，应该是像。比如说这里哦，嗯，你用指甲去压，或是这里，嗯、这里有一条胶，嗯，应该是硬的，用指甲垫的，对吧？嗯，啊，那原厂的是硬的，然后只有你后面外面外厂打的胶都是软的，嗯，因为我刚刚那个卡，嗯，就是咱你怕玻璃一种实力控，直接进去的，所以我们讲说面盆啊，面盆啊，就是后面的备胎做的这个面板哦，就切，对。它这种有几个状况哦，有一个可能是那个弄丢，这是一个
抢到底盘，但是比较多的是吼，之前有一挂，比如讲你甩尾的啥吼，赶紧裂开去，伊就为遐做。啊，你这台车你去修理厂，甲你做底盘的人，我无甲你讲。我以前看的时阵，我就甲问讲，就是有用过，有用过，但是我买啊，对，我一台我嘛买，有去过看对吧？哎，但是介绍在无跟我讲，但是伊头前有讲头前要小号，有前面架子啊，对，前面就是那个水箱支架嘛，对吧？他是没有跟我说这个，哎，好像是说左边吧，左边边吧，哦，我看，对，除非哦有啦，叫裂开，有啊，另外只开别开，再离开，嗯，一共就是这样，对，叫离开。其实这个从底盘看就会很清楚啦，所以有跟你做底盘的人一定看得出来。因为之前本来有一个，伊嘛是做保养厂，对，伊有想要买，伊有开灯，他是没有跟我讲太多。刚刚老公伊也要买，伊也要修这台车，等于要收藏的，伊要搁开几万用。伊刚刚讲，他可能整个车体都要洗下给鬼，还是啥？伊可能会开修一段时间，搁去用这台车，他给分不到八十几。伊感觉可能车体爱开较济一款，这个卡登机啦，卡登机，对。差不多来是一个，就是咱的油表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个软一挂，就是爱加油。啊，我知意思，无准那个普档啊，伊迄内底有一个浮筒。然后，后头第一款是完全全新的。是。给你准备开过来。你是真爱，你真爱坑诶！啊，这四辆台你嘛，又换嘛，拢对啊，你真正买转来圆梦诶！我迄阵参我诶车，我连啊啥我拢无用，伊甲我讲，我相信，结果转来电梯，听阿公要弄掉，去底下倒手，我想嘛算了，就做这一挂。所以这做生意就是安尼吼。没有啦，我是觉得说车子不是说它不能怎样，只是讲啊，大家小三阿姑啊，你甲我讲一下，哎、啊，咱接受咱原家梦，咱就买啊，对不？我想你感觉啦。哎、欸，泰山帮我补一下灯好不好？我看不到他的脚。无，我惊撞到一个较大的窟啦吼，惊你都不会去。啊好，好哎，这样就比较紧，耶、yeah。连山买好了，他就开走了。其实他后面那个状况哦，可能要回去再顶起来，看一下到底详细的状况是什么。嗯，其实坦白说，因为这种我刚刚讲这还是高难度的，有没有？就跟之前那328一样，他车头撞到直接改小改款啊。我们回来既然要拉要整理，直接改颜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就是做起改干，通常都是这样。所以遇到车子改颜色，其实判断上面就比较螺丝也看不出来。什么都很难判断，所以回去其实顶起来要详细看，也许会比我看到的更严重。坦白说，我是用比较严重的评估方式下去估它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我回去要承担风险，我不可能把它想做最轻微的。他因为刚好车主也是很忙，他工作也是很忙，嗯，所以其实他也不想要花这些时间在那边社团买卖，然后在那边跟人家约看车，然后。啊，可不可以贷款？问你可不可以贷款，然后看一看，说，哎、欸，回去问我妈，回去问我老婆。嗯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为了这几万块钱去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他就想说把它交给我们专业的去处理，这样比较简单，他就省事。妈，拢没上班，打工不加加的货啊。哦。啊，他也是说，他去年就是为了圆梦嘛。其实他买回来，他说开不到1000公里，所以他才买不到一年。对啊，然后他刚刚有传工单给我一整排啊，花了一大堆时间整理完。然后就才开不到1000公里，然后跟我说他已经圆梦了，他现在撩钱卖掉，他就是这样。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，忘记怎么讲。太久没看了。对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杀回台北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没有空带小宝贝在这边吃东西，吃着吃着。今天赶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铁支牌，车牌也不错。铁支牌。
欸，你看那种台中这种天气哦，都不想要开冷气关窗户，哎，欸，吹风好舒服。对啊，所以天气那么好，所以台中其实哦可以搬来住，而且搬来台中你只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好。什么事？不要被开枪就好了。哦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嘛，就像你觉得一个女生如果有男朋友难不难追？很多人说女生有男朋友就哇她有男朋友了，啊，对不对？不，不是，哦，我跟你讲，女生有男朋友更要追，因为只有一个对手而已，对不对？如果她没有男朋友，哇妈，那对手哇无形的无限多，无限多，对不对？不好处理，有没有那种概念？所以来台中住不错，你看那种天气展舒服哦，那风哇，风这样徐徐吹来。